看一下美林的人。他的问题也就是所有我相信你们都会碰到的，全部都是碰到，像这个即使是 Angel 也是一样的，那个 Angel 写谱对不对，这个但是都很不错的。那那个 Lisa 那个回答那个这个我看一下，我找个那个谁啊，那个写一个叫什么
奥森利弗来练习讲一下，那这首歌最好容易。啊，这个不是那个，反正拿那个啊，对，附中的，好了，来来附中，对，竟然这个我居然把它漏掉了，就是附中。弹的是 F 调，就是 D minor。算是蛮厉害的，你看他才跟你们那个，他现在弹的是 D minor 对不对？另外一张是。等一下哈，哪一张谁写的谱来解释一下？他现在弹的是G 调的，就 E minor。好，我找一下子，看是不知道是啊，对对对，这张的，这是丽文写的，丽文对，啊，丽文就喜欢写谱这个对，丽文。哎，我看有没有讲错、啊，丽文，我旁边那个是，啊，哎，写谱的是 Angel 嘛 ，Angel 写谱，反正这张是最典型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现在拿这首歌来解释，然后这个 Lisa 的话稍微听一下，稍微注意一下听。你们现在也不要看别的了，就是只。好好的把这个秋叶对不对 ？Autumn Leaf 来练习一下，然后确确实实了解它呢。好像是这个 Lisa 好像也有一片，这好像是他没有丢，这个是上一次。其实对，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不然的话，我以为你怎么完全了解呢？好，我们现在从这边来解释一下呢。你看啊，大家注意啊，从现在开始啊，秋叶对不对？上面写 A 调是错误的，要写成 A minor 调 ，A 调跟 A minor 调是两回事啊，完完整整的不一样。对啊，我就觉得你们都很厉害，那个附中说是请教过这个美玲是正常的、正确的，然后你慢慢也就通了嘛，对，就是一定要花点时间在那边上面这样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再看一下的秋叶对吧 ？Autumn Leaf 上面写个 A 调是错误的，要写个 A minor 调，两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啊。A 调也就是。A 调，所谓 A 调就是把 A 啊当作哆，
然后眼神上去，就是